哎，这个钱怎么掉在地上了？哎呀，完了！哎，美女，啊？哎，有没有看到地下我掉钱呢？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你的。啊，这你捡到刚才？刚刚在地上捡的，我还想着是谁呢，把这个钱放在。他那个唯一，我就是他最爱的那个人，但现在怎么我来找他都找不到，我打电话给他我又打不通，这就是强迫你分手的前兆吧。以前我也被我女朋友这样子欺骗过分手啊。那美女，我知道你是非常痴情的，但是有些东西失去了也就不要再难过了，毕竟人呢是向往未来的，不是看后面的，前面的还有很多一大片森林等着你啊。放开这段感情，这种渣男不要也罢，是吧？更何况像你那么好一个女孩子，还拾金不昧。但是，那我现在怎么办？我来这里找他，我都没车费回去了。你看，我今天早上，我从昨天下午就来了，今天早上到这个村，我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吃，真的是，我就来找他，他居然都不在这里。哎，美女，你确实是要太感动了，犹如看到我当年。我被抛弃的样子，那时候我整整三天三夜没睡觉，就守这个地方，一直想看着他出现在我眼前。可是啊，等来的却是一场空啊！哎，美女，我也劝你也是放下吧，毕竟我是过来人。那些男的，啊，不说男的吧，那些负心汉、负心女，这一个都不值得我们珍惜。好啊，珍惜现在的吧。你现在没吃东西是吧？对呀，你看我昨天下午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。看着你是通天涯沦落人了，看着你是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我也难过。这样子吧，我家就在附近，到我家好好吃一顿吧。这几百块钱，我去买点菜，当做今天老天赐予给我们的。那方便吗？没事没事，我们家里面的就我跟我爸妈。那好吧。那太感谢你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你没有车费是吧？没车费，那去这个给你，我另外自己去掏钱去买菜。啊，那，啊，就前面那个小院子那边没有狗的，你到那边门口那边找到，石木旁边有个石凳坐坐，我就先去买菜。那行吧，好，去吧，不要难过啊。天下好男人多的是。阿福有没有在这里的？阿福，这太痴情了，犹如我当年的影子。啊。哎呀。